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哦，Hide in plain sight, right？ 哎，让我看了，钻过越过障碍物，明就有个机会的说。梅迪西斯塔，此塔是凯瑟琳·德梅迪西斯，伟大的罗伦佐的曾孙女，所建成王室最后的遗迹。凯瑟琳对未来的预测相当有兴趣，她也是诺斯特达姆拉达姆市的赞助人，并允许天文学家罗明坚使用该塔，从塔顶观察天空。这个塔，哦，居然被这样炸过来，真的太夸张了，亚诺。哎，怎么那么快就有一万多块可以领？那不是要快满了吗？也没很快。玩一段时间了，if any duty I hate, it's guarding the smelly lout. Go, Patriots! Die! You bleeding bastards! Die! 屁啦！那太夸张了。原来群众事件也有这么强的。这样也算完成，不可思议。我现在哪去罗浮宫方灯，现在都来解掉吧。从这开始好了。它是四星区域，我先补一下我的。Tous les clients sont les bienvenus。消耗品。消耗品比较贵，就是幻影震撼那个。看那个开锁道具，又是有门的宝箱，虽然说我觉得有门有上锁才比较正常。难道这边可以进去？哦，没有，没这么好。妇女解放运动。不掉烟雾弹，大概没有办法安全逃出。多偏激分子，有什么强的偏激分子？
在哪里呀、啊？看到了，翻译。这个刚刚去过，没有办法嘛，那接这个。君王珠宝。There's no end to it. We managed to recover the stolen crown jewels. Now we find three prominent gems are still missing. And one of those is the French blue itself. The jeweler Lefrancois has a shop near Allograin. It's possible the thieves tried to sell the gems to him. Mais pourquoi vous tenez-vous aussi près? 古物交易所不是整个被炸掉了吗？根据1691年的物品清单，在法国皇冠上的珠宝用到了5885枚钻石、1588枚稀有宝石及488枚珍珠，其中最著名的宝石有140.64克拉的摄政王钻石、55.23克拉灰黄色的桑西钻石，是路易十四最喜欢镶在帽子上的饰物，以及最著名的法国皇冠蓝钻，亦称为法国蓝的宝石。这块钻石从印度的殖民地购得，经过粗略的裁切后，重达115克拉。这些珠宝在1792年的9月份，法国国库遭到暴民抢夺时被偷，小偷马上被捕，并在那革命广场中处决。不过，许多收藏品中珍宝再也没有找回，还蛮可惜的。两个而已嘛。他们挤超多人呢，他们怎么了？巴黎皇家宫殿，在拥有者也就是路易十六的表亲奥尔良公爵菲利普的支持下，巴黎皇家宫殿成为法国大革命时的指挥中心。为了偿还自己欠下的债务，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开放了三条拱街，共60个店面，并将其出租给商人们，借此弥补财务上的缺口。这些拱街总是热闹非凡，喧嚣直到凌晨两点才会逐渐平息，所以是夜市。这里就像是永不停止的宴会，也是首都里许多恶棍、骗徒、老色鬼及纵欲的年轻人聚会的地方。这里安置了一种特别的计时工具，一座小型炮台会在中午时准时发炮。哦，发炮方式通过阳光照耀产生的热度而点燃引信，还蛮酷的。巴黎其实没有太多改变。由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个地方不可能保有其皇室名称，因此这里更名为平等宫。Toujours prolifique citoyen Jean Varlet, interprète. 找到了，这么快？嗯？不是从这边上来哦，代表楼下一定有门咯。啊，这里有窗。As a matter of fact, there was a man who came in here with an impressive diamond. I refused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it. Never since, he's been lurking in an alley nearby and badgering my customers.
钻石。 哦，开始跑，想说慢慢接近，他居然跑。任务失败。 为什么这样是任务失败？因为小偷跑走了吗？There's no end to it. Didn't take anything. 伯纳德，如果你卖不掉手边的钻石，那就来边境找我嘛。我会把那些钻石走私出境，然后在法兰德斯卖掉。我会在边境的哨所烈士这里等你。看起来接下来应该会在边境。 那个逆中的护腕好像从正面还是南逃被看到的下场。为什么我要卡在那？不赶快杀！这里是哪里啊？为什么？ 为什么是红色区域？三个士兵，没关系，不管他们。 居然有人起疑！啊，这里士兵好多哦。 没错啊，那个，我猜是你。我想说，你衣服不一样，你会不会其实是平民？ 这里是哪里啊？
去边境的门是关着的，所以其实我不可能出去吗？来试试看好了。然后会出现那个，还有一颗，糟糕！为什么另外一颗不会在这？害我大意了。这边警戒区好多哦，Diamonds. I will see that they are safely returned to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你确定你没有问题，不会被杀吗？哇，有五千哎！报酬这么好。宝箱看起来很低，应该从这边下去。希望不要有门阻挡我。你在欺负人吗？我没有。我想说你们在欺负人，我就要把你们杀了。为什么他们会建这么多这些地道？好神奇哦！那再来就这个吧，带两个灯之间。是跳不上去了吗？还是我方向不对？没有别的好办法，从屋顶可以跳了上去。不给我跳！那如果这里嘞，可以上来了。
不会是个帽会也要这样放？哈，绕圈圈。但还有个箱子，刚刚有看到。在楼上。这里可以应该可以进去，希望不要有门挡我。再来这个好了。让我过，让我过，赶时间。喂，好多哦，好赚哦！这个区域到处都挤满了人。刺客正义。觉得窃取什么的基本上太困难了，杀掉比较快。再买下应该也会有一些任务吧。追过来，我就送上死亡转角。好，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追过来。那边应该不是事件哈，大家吵吵闹闹的。整修。哎，歌，这应该是歌吧。
听完了，来看看他交给我什么任务。他居然已经可以到266多。啊，任务还要再高哦。啊，会不会是因为我买了这个咖啡店，它就可以增加我的最大收入？一座被称为吉密会办在不久前似乎就在邮局后方的方登广场进行了某种神秘活动。无论这黑色办事处的存在与否，它的真实性将至关重要。潜入邮局以调查所谓的吉密会办的存在。刺客议会。杀死间谍三个。上不去，太高了。这样了。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方登广场，路易十四买下了旧有的方登酒店与部分卡普辛斯女修道院，借此美化市容跟让交通便利，还有让自己有个地方可以摆放他模仿罗马帝王雕像的地方。地方写了两次。路易十四也借着出售房屋后方的土地来获利，所有知名的金融家都购买了部分。这些买家代表着巴黎上流社会的精英，还有像是维尼等较为温和的租户住在阁楼公寓。路易十四的罗马服饰雕像落成在1699年8月13日，庆祝他的生日。然而在1792年8月被推倒以铸造大炮。推倒国王雕像以建造火炮好像已经成了故事的传统。美国人在美国革命时也在纽约把乔治三世的雕像推倒了。雕像其实就是用来做火炮的材料。永驻断头塔。
我们继续。那边有罪犯。没有注意到我吧？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好攻的地方，这里。老手刺客了。白盒烟雾弹。没有烟雾弹。最后一个，战斗经典回顾，你这么害怕就别来打了。药品和烟雾弹都用尽，终于打赢了这场混战。我还想顺便上去拿那个收藏品，不知道上面有没有入口可以进去。或许要从另外一面。哇，那个红色宝箱，宝箱一个锁门，一个锁。再来，哇，五颗星哎！先做三颗的，五颗，五颗，明天，今天应该做不到。Hide in plain sight. Right.